起学跳舞，一起学跳舞。大家好，我是彤彤姐姐，我是哈密瓜哥哥。现在就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学这首《彩虹姑娘》。现在跟着彤彤姐姐还有一轩一起来跳这个动作，准备开始。大雨过后，太阳正要放光芒，弯弯彩虹高高出现那一边。大雨过后就可能会有彩虹哦，让我们找一找它在哪里吧。准备开始。大雨过后，太阳正要放光芒，弯弯彩虹高高出现那一边。学会了吗？让我们跟着音乐来试试看。大雨过后，太阳正要放光芒，弯弯彩虹高高出现另一方。热情的彩虹姑娘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哦，所以我们要大声地说欢迎光临，准备开始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穿上漂亮的衣服。我们要展现我们的热情哦，所以彩虹姑娘们还有小兄弟们，大家一起来，再来一次，准备开始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穿上漂亮的衣服。大家都很有元气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现在跟着音乐来跳一次。大家都学会了吗？那我们赶快跟着音乐一起来跳这首《彩虹姑娘》。唱着弯弯